叫你的暴力杀球。暴力杀球？没有，你改我动作片，因为我球杀球太薄了。杀球太薄啊？好，一次哦。每次捉得到的，很容易吧？哦，对不对？容易吧？哦，真的，没有你，昨天啊，我是讲要拍比较重要啦，要拍跟你那个接触点重要。你看，你试一下啦，你再举上来，然后你用这个台，你可以看一下哦，台标太高啦，我一次一次跟你讲一下，因为我不是很厉害的。啊，我这里还讲到说可能差一点，我是觉得这样拍啦，然后你接触球的时候，那时间不要太长，晚一点。你看，我是比较短啊，这样拍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 miss 的机会很低，然后杀球的时间又很准，啊。有那个 speed 啊，对吧？你可以试一下。你这边慢一点。啊 ，OK 呀。好，感觉好了，慢慢点。OK 吗？有了线啊，对不对？线啊，有啊，有知道那个地，总之你时间不要太长。啊，也不要太短啊。那个发力啊，就是你引起来啊，然后你发，引起来，然后发，你发力太长了，所以你看不到那个力集中啊。你试它那个时间短一点，你看啊，它下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是多的力不一样啊。你杀球是它的力哦，你切的时候很散的嘛，这个是你会看到球集中。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有什么力量？啊，就是那个力量在球那边。有可能讲人家不明白，但是你做你打出来，你会感觉那个球，那个力量是在球那边的。然后你以前杀球啦，我很少看你打球过。我看啊，你杀球那个球很慌啊，就是没有那个力度啊。OK 哦。很散啊。现在你杀出来，你感觉 OK 没有？好像好一点吗？是不是？这是很奇怪，因为我不习惯这样子杀，所以。多加练习。你看我是很轻巧的，我是没有发力。你看那个球，我们是发很大力吧？明白吗？啊啊 ，OK 啊，行啊，不难啊，很容易吧？注意那个接触时间短一点，有没有？其实出球也是一样啊，这你明白吗？不明白。明白，我明白了。哦，吸完了吗？吸完了，然后你放手，这样。吸完了。大概是这样啊。你看我这样拿，我就代表我吸。就是那个感觉啦，尤其是打是要快下嘛，对不对？你有力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它是啊，有一点重量，有一点重量。像这种杀球啊，如果你跳下去，我基本上我杀气也难拿，乖吗？乖吗？是不是？有了，你就是做回你自己。可以先降呢，降了拉一点再打。
有啊，加起来钱我觉得很多。啊？加起来。没有想发力，那我没有带起来没有。小用一点啊，比较用心啊！你不要，你不要轻轻，你一惊哦！你看啊，你握手先啊，你再用力 ，OK。现在是加拍嘛，你再用力，有力嘛，放松，用力，懂吧？明白吗？就是你加手不要轻轻。加点急啊！打球哦，不稳啊，因为你没有抓到那个真正的点啊。你最 favorite 的球是什么？你头顶对角啊，最 favorite 皮对角。啊，皮对角，因为你这么会煮呢，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怎样做嘛。来，你问我挑球啊，谁啊？我挑球很准的，你试看，挑球，我挑球很准的，慢慢去磨好。啊，你们是正手界吗？其实是要去打那个球，你打对角啊，来这边打对角。有气啊，有些人有气呢。那个接触时间是短吗？然后杀球也是一样的。谢谢大哥。
有像我一讲，我走进来的时候，我讲要 ice cream， 可是你的想要是 draw 啊 draw。其实我性格还是 OK 的，知道吗？只是我的思想到位，我的脚不到位。到位的话，我就传了，直接就流鼻了。但是 OK 啦，最重要是我们啊运动流汗，然后多给一点羽毛球粉丝看你们的视频，我觉得是很好。因为以前的 social media 没有这样广嘛，然后很多东西他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啊，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。我觉得给羽毛球爱好者看这些视频哦，他们是很有乐趣、很开心的。我不要讲酸民啦，不要讲酸民啦，因为无论我们做的多好，就是酸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拍东西，我们是为了给更多羽毛球爱好者啊爱上这个羽毛球，对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嗯，OK， thanks， bye。